天的余温，听风呼啸着，穿过记忆里的清晨，手指间留着你的掌纹，合上旧书本，我看见你眼中的星辰。我们纯真的脸庞，幸福的模样，爱慢慢生长，陪你走过的小巷，仿佛还没也许等青春都散场，才不辜负一起走过的时光。要不要我去劝劝康教练？但这也不全是你的错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谢谢你啊，高山。其实对错都不重要了，我不想再浪费他的精力在我身上。那也不能让他一直错怪你吧。有什么不能的？只要他心里能好受一点，我没事儿。爸今天怎么样？他今天好多了，医生说比昨天情况要好。那就好。妈妈问你点事儿，你跟许晶晶和好了吗？我的儿子是那么的善解人意，应该知道这也是别人的好心吧。况且，你爸爸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到他的身上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呢？唐家伟，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看我的微信，但我还是想发给你。今天我第一次数学测验全对了，记忆宫殿法真的帮了很大的忙，我想发给你纪念一下。还有，我想再说一次，对不起。
你别这样了，徐静静，求求你，让我撤，让我撤到 Q 二七，叔叔一定会没事的。你能不能振作起来？你觉得康家伟回来想看到你变成这个样子吗？静静，静静，我刚才在办公室听到康家伟爸爸他，让他一个人待会儿。 真正的绝。跳绳，另一个小目标，500下。500下还是小目标？教练，我体积大，跳绳伤膝盖。快点跳！康佳伟。 再结一次盟吧。谢谢你，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也谢谢你，让我成为更帅的自己。 这篇文章呢，巧用寓言故事和谜面画作端，出于浪漫情趣。装不觉，不然为什么分离总比不过相遇？时光里，我们彼此约定，人潮人海里，做守护对方唯一的心。
这是我的大作 ，PP 字的周边贴画，全球独家限量一份。我呢，再给你签个名。如果有一天我要成大神了，这个就值钱了。那从现在开始，泡泡玛特锦标赛正式开始。所有的心跳位置，包括你的运动情况，都会发在我的手机上的。万一我不在呢，还能远程监控。这离我的帅气差太远了。你什么画工啊？努力努力不行吗？再提高提高。我说康佳伟，我辛辛苦苦给你设计这个，你就这个评价呀？不要还我，不要还我。要。可笑吧？刚才静静送给你个正版的，我这个是盗版的。这个是手工定制，独一份儿。康佳伟，不跟同学们告别吗？我可以发信息说。康佳伟，小伟，妈，你能不能不管我的事啊？不能，你跟晶晶好好告个别，不好好说，不许走。阿姨，小伟办完退学手续就跟我回英国了，这段时间一直料理他爸爸的后事，阿姨都没来得及好好跟你道个谢。你们俩好好聊吧，好好的，不许闹脾气，我在门口等你。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你是不是很讨厌我？不是讨厌你。我知道我的问题挺蠢的，但是我就是想知道，你什么时候能不生我的气啊？你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时间，一个月、两个月，或者是一年。我没生你的气，
我可能是气我自己吧。我看到你，你就会想到我爸，然后。康家伟，我们大家都很想你，你能不能别走啊？替我跟大家说声再见吧。我说我很想你，你有没有听到啊？你那张卷子我看了，中间有一些带有迷惑性的，你也成功避开了，挺好的。对了啊，你考试的时候先看一遍卷子，把所有题目先过一遍，做完之后再多检查几遍，相信自己，你可以的。我走了啊，再见。忽然间停在十字路口，不知往哪边，沉甸甸还没有分别，便开始想念。忽然间，康佳伟，不是说一起考不行吗？谁考不上谁就是狗，那你现在不就是狗吗？落下了句点，你还说我们都会变成更好的自己，可为什么到最后只有我没有你？宣言虽然红着眼也微笑再见，我们学着奔忙，学着飞翔，别学会遗忘，斜阳映照在你面庞，忍不住眺望，好像挥着翅膀扇动了时光。青青，青青，青青啊，你看这都几点了，先出来把饭吃了吗？啊！青青啊，倒了一箱子书，是小康老师寄给你的，在哪儿呢？客厅。许晶晶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登上去往英国的飞机了。这次选择不辞而别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之前对你发脾气，说了很多气话，现在想想自己真的很不成熟。后来我也认真的换位思考过，如果换做我，我可能也会这么做。在这我想说声对不起，其实我还有很多话想对你说，可是我没有勇气，没有勇气去面对你，或者说是我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在的生活。对了，箱子里有我这三年所有的笔记，还有练习册，我把一些难题的解题思路都给你标记好了，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。
最后祝你顺利考上复信。许晶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，谢谢你成为我最好的朋友。卡夫卡曾经说过一段话，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，所以你是自由的，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，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。我特别喜欢这句话，我们也许身不由己要身处沙漠，但如果能用自己选择的方式行走，带着快乐、信念、梦想，还有爱一起走的话，沙漠也会变绿洲。没事。同学，到点了，要关门了。辛苦了，舒仁先生。报告，今天做了四张卷子。但英语完形又很离谱的错了三个，不过我会继续努力的。
报告，今天是三模，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居然历史性的考进了年级前八十，加油，许晶晶。距离高考只有20天了，我发现工业革命是我的死穴，啊，我要在记忆宫殿里着重安置一下它了。高考倒计时10天，我数学模拟居然得了130，史上最高纪录，今天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最后7天，现在唯一让我焦虑的就是作文了。树人先生如果不帮忙，能否托梦帮我压一下题吗？谢了。明天要进考场了，陈老师再跟你们唠叨两句。考试这几天让家里做点干净的，生冷的、油大的就别吃了，别因为贪一口后悔一生。明天检查好自己的准考证，每年都有到了考场门口发现自己没带准考证的小糊涂虫，拿到试卷迅速扫一遍，千万别把大题忘了。永远有同学卡着铃声在那儿补题，出了考场不许对答案，因为你对的答案也不一定是对的，它会影响后面的情绪，记住了吗？同学们，如果说整个高中时期是一部电视剧，那今天咱们就是最后一集了。你们不是都喜欢 happy ending 吗？不许哭，再哭我也哭了。陈老师，我是舍不得你。陈老师，我不想离开你。陈老师，谢谢你对我的照顾。陈老师，谢谢您对我们的教导。陈老师，这一年您带着我们受累了。陈老师，您辛苦了。陈老师，我们谢谢您。陈老师，谢谢陈老师，我会想你的。陈老师，你要保重。我完了，见到你了。谢谢大家。你们都知道我是第一次当班主任。其实我刚带班的时候和你们刚入学的心情是一样的，我心里充满了忐忑、不安，甚至惶恐。谢谢你们这一年对我的包容。是你们让陈老师变成了更好的自己。谢谢大家。起立。谢谢陈老师，我们爱您。陈老师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老师，你们也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孩子。好了，从现在开始你们自由了。
十字路口，不知往哪边，沉甸甸还没有分别，便开始想念。忽然间喧闹的操场只剩树影摇曳，青春匆匆落下了句点，没制造悬念。晚风中飘过少年骄傲的宣言，虽然红着眼也微笑再见。同学往里带点，你也往里带点，你们也往前靠一靠，来，好。我们学着奔忙，学着飞翔。自己等会儿，我没准备好，给我等会儿。那个，说呀，佳瑶，咱们合张影呗。嗯，好。我来，三、二、一。三、二、一。三二一，准备好啦！三二一，有点太远了吧？快点啊！三二一，唯一的画面定格，行不行啊？你俩换个姿势。重复着诺言，也惧怕改变。忽然间，熟悉的那张脸，你我好遥远。咱们俩拍张照片吧。好啊好啊。要准备迎接做个大人，翻开新一页。别回头。这是空位置，填满一点，填满一点。这是康佳伟的位置。来，大家听我指挥啊！西瓜全部填。静静，吃饭了啊！叔叔好。哟，静静来了，来来来，正好一块吃晚饭。哎呦，你还带菜过来啊？叔叔阿姨，啊、这个是我妈妈让我送过来的，她说大鲤鱼预示着。预示着晶晶明天高考，鲤鱼跃龙门。哎呦，静静，比我还迷信呢。来来，顺便把这个给你妈送过去啊。谢谢阿姨。你是什么呀？黄瓜炒鸡蛋。有寓意吗？一根黄瓜，两个鸡蛋，明天考试100分。哎，妈，满分150。哟，150满分，这个人，你妈啊，我是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加个鸡蛋。哎呀，你要加个凤爪。一定保佑我们家晶晶考试通过，一定要顺利啊，顺利顺利！求求各路人民，我走了，妈。哎，晶晶，中考证都检查好了，没忘东西吧？没有。哦，晶晶啊，一定提醒爸爸，车子慢慢开，千万不敢再追尾了哦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晶晶，晶晶啊。我想说什么来着？可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妈，我考试怎么看着你比我还紧张啊？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！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呢？呀，我真的……我想起来了，我还真有件事忘啊！是不是？我就说你有件事忘了。许晶晶，你记住，你永远是你人生聚光灯下真正的主角。加油！要相信自己，对吧？加油！
考试开始。我们也许身不由己要选择身处沙漠，但如果能用自己选择的方式行走，沙漠也会变成绿洲。康师傅，祝我好运吧。自信我在这个家连赌气都不敢，还赌博？你借我使个胆儿吧！来来来，你看一下，这沙发下面藏了这么多扑克牌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铁锤从外边叼回来的呀？你不用往铁锤身上扯，我跟你讲。我是在抽 Q 和七，只要我抽到这两张牌，我运气都不会太差。这样吧，如果不是 Q 或者是七的话，你就别告诉我啊。是 Q 哎，我神了！对了，康家伟让我给你的，他昨天大半夜跑到我家门口，让我今天一定要交给你。不是吧？我运气这么好？奇了怪了，我以前总是抽不到，现在怎么经常能抽到了？我就知道。老雪，这不是考生棉袄吗？
是分数啊，老婆，这咱们京剧的高考分数啊！小子，复兴有戏了？什么有戏？考上了，你是大学生他妈了！我女儿是复兴的大学生了！对呀、啊。483分里，给你算10分吧，因为我十分想念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呢一定会替你把好看的学姐都看了，也一定还会有很多好看的帅哥。谢谢你、啊、帮我压轴作文题目，让我沙漠一般的生活变成了绿洲。可为什么？为什么这片绿洲里？好喜欢你，我说，你听见了吗？学校了，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做的，都可以通过今天不留遗憾的表达出来。陈老师，你以后要是成了大作家、大编剧了，可千万别忘了我们啊！哎，你们三个什么时候混到我们班的？最后一天，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好学生的滋味。陈老师，能帮我在合影上签个名吗？哎，我也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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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签签签，每人都签，然后再送你们段话。好不好？好。康佳伟，康佳伟，你不是出国了吗？那个计划有变了。那你是不是不走了？哎呦，康佳伟，你就别走了。啊，对呀，康师傅，别走了，我们想死你了，别走了。你们先别说。康佳伟，你还走吗？拥抱着夏天的雨，听风呼啸着，穿过记忆里的清晨，手指间留着你的掌纹。
上旧书本，我看见你眼中的星辰。你希望我留下吗？我们纯真的脸庞，幸福的模样。你不是把我拉黑了吗？徐晶晶，其实我一直……你不说什么？计划的告别，却发现你从来